下独一无二的你啊。《月升沧海》中，以上夫妇的感情可以说是百转千回，虐到不能再虐了。真的是甜的时候有多甜，虐的时候就会加倍虐。林不疑好不容易追妻成功，却没想到再起波折。少商跟着皇后学习规矩，在这个过程中彻底爱上了林不疑。两人在定亲后开始了朝甜模式，给屏幕前的单身狗们造成了10000点伤害。然而正当文帝喜笑颜开，准备参加义子林不疑的婚礼时，意外却发生了。在大婚前一晚，林不疑收到紧急军报，终于解开了孤城案的真相。原来当年之所以援兵迟迟不到，是因为自己的养父林毅为了除掉功劳盖世的霍冲，方便日后自己仕途顺达而幕后搞的鬼。于是林不疑悔婚复仇，灭了林家满门，后来被发配边关。在历经多年坎坷后，以上夫妇终于成婚。大婚时，林不疑在向岳父岳母敬茶时说错话，一句第一次成亲没经验以后就会了，让少商笑成猪头。岳父程氏更是直接听懵了，你被笑到了吗？